我有学 W 的，我打了多少钱？要是我不知道规矩，五块钱不赚我就赚了。那我又是怎么破坏他们的呢？AD 真得吃点 AD 不吃太穷了。算我一个，看起来好像很疼。还好吧，我觉得换血很赚，主装没血了，这是我掉了，我没掉多少血，掉100-200血，主装被我 A 的没血，这样子换血换的那简直赚的离谱了，对不对？任何计划一到我面前就消失了。早知道。对，但传送他是有可能开的。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技术了。哦，漏了个冰的冲锋。打的就是装备优势，对，这玩的就是装备优势。哎呀，这下也对了。哇，这路程没吃到，不知道我现在时间该怎么选，但我的心情非常的难受。但我他们回的话，我赚一波线。在传送没死的情况下，没有一波KO线，就应该心情就很难受。对啊，这我就本来我就赚一波线加一路程，本来应该是一波线两个路程，然后那个路程没吃到，好尴尬。哎，路程吃到了，我要光再加个长剑，哎，好烦好烦。有点难受的。慢慢的溜势就是慢慢积攒出来的，对，大家都差不多都是这个分段的溜势。
很稳的不给机会的话，就只能这样慢慢的把优势打出来。你看这下路也没有打起来，对吧？下路没打起来，就只能赚点小便宜。对对，只能赚点镀层跟补刀的便宜。龙少爷打得如火如荼的。什么情况？对啊，这突然什么情况？往前总这么多。我来自一个探险世家，天生就有这样的血统。在想，哎，这下平均伤害为什么这么高？因为我用了点小细节，看得懂小细节的，来那个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下平均把它一，纯粹的小细节。我总是很欢迎新的想法。有这个镀层不该吃的。其实可以不错的，这个镀层吃了下波要出现的，或者说我再拉一波线等 TP， 对，我也可以再拉一波线等 TP 就行。高门立刻学不来这一招。对的 ，A 的瞬间打 Q， 那下平 A 就要光一条。等我补完装备，补完装备回家。没补装备，那领先经济有个屁用啊！我2000块钱，他等于他现在领先我经济的就行。对呀、啊，像 A 打 B 是可以的。不想漏刀了，这不，我不想漏刀，萃取刀。等一下时间，补水滴血。苏瑞马人非常狠，我们大哥也是。这个铁脸的 Q 控了，好蠢，紧张的，手抖了一下，对，确实是紧张的，手抖了一下，不然这种 Q 没道理。貂蝉，貂蝉的就算了。
花的了，兄弟，啥呀？纯粹的花里胡哨。说的挺到位。Rampage。啊，手臂有点酸了。我本来想再排一把啥子，但手臂有点酸了，我这排不动。再让我排一把小五的后空，手臂有点太累了。好好爱护下自己的高手们 ，ADC 玩家。太累，感觉玩 AD 这得电跳炎的这个概率也太大了。这把打完扔了。是会点的吗？对不对？感觉没有什么翻盘点的吗？打硬辅带征服者，打软辅带强控啊！传送，其实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带传送。对 ，EZ 带传送的收益还可以，除非控制特别多的。要是对面五个人人手都有控制，那还是挺好的，不然传送还可以。战胜邪恶，生活美好。在意什么呀？意。对啊，我都不知道你在意什么意。帅，然后呢？